看不到什么军事上的行动，你是否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行动？他们没有进驻，他们没有进入巴勒斯坦饭店，是为了这个预防昨天发生那些错误吗？那么显然这个昨天这个新闻界他们施加的压力非常大，他们必须避免这个新闻记者再遭受那些伤亡。我认为如果他们要进入别的饭店的话，他们里边有白旗伸出来，那么还有一辆军车，又来到了这个希拉顿饭店前面。那么他们巴勒斯坦饭店，这是我们的后面了。我们可以看到，在饭店后边还有不少这个居民区，有大概四五栋楼。我不知道，直到现在。这个军人正在大街上那么那些老百姓的眼里边都困惑不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眼光 流出困惑不解的眼神。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由半岛电视台提供的美军开进巴格达市中心解放广场的